到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常寂光了？我们相信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，八地以上是不是真的见到了？我想还有问题，但是八地现象一定知道常寂光真有啊，还没有见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有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干净啊，这个东西就是障碍。障碍吗？障碍自己见不到常寂光，不是常寂光见不到我，是我见不到他。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的见到了，见到十不庄严土不见了，常寂光现前，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当中，这叫妙觉，这叫究竟佛果啊！这叫无上菩提。啊，修行人终极的目标达到了。啊，自己变成光了，变成常寂光了。啊，那自己在哪里了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什么地方有缘，什么时候就现身啊？现什么身？自己没有起心动念，是随着起心动念的那个人，他心里想什么身你就现什么身，就妙啊！啊，他想听什么法你就给他说什么法。所以佛没有定相，没有一定的相可以现，也没有一定的法可以说，叫妙法，相叫妙相啊，完全凭众生的感应啊，众生的感应有了，因就没有，想就不见了。那感应完全是真诚，真诚跟佛感应，喜恶那个心喜恶跟无感应啊。我也有能力帮助你做坏事啊，也就是帮助你下地狱，那是魔，魔害人的 啊你喜欢做恶行啊，杀生偷盗邪淫他都帮你干，都在引诱你，把你引入三恶道，把你引进地狱门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本经所依的啊，是阿弥陀佛化身本体，也就是众生本具的佛性啊，在佛法身我们称为法身本体，在我们现在迷惑颠倒六道众生身上就称之为本具的佛性啊，是性
是佛的本性，这都是跟你说明道理的。啊，净宗所依的就是世尊在观经上说的两句话，世心是佛，世心作佛。世心是佛是你的本性，世心作佛呢，希望你现在能够回头，不要再迷惑了。啊，一回头回到本心，你就成佛了。人人都能成佛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回头。诸佛菩萨他们的本愿，他们的本怀是希望一切众生早早回头。啊，这个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里面有个特殊的法门，啊，你要遇到这个，那真正是太幸运了。啊，遇到这个，明白道理，懂得方法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，而且是当生成就，不要等到来生后世，啊，这一生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往生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啊，因为极乐世界无量寿，你在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修行，决定成佛，而且很快速的成佛啊。世尊将般涅盘啊，将要般涅盘是如我们一般讲入寂寂灭，佛要离开我们，不再住我们这个世界。啊，这就是灭度的时候，阿难悲不能生。啊，阿难只证得出苦，定跟慧都还不得位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离开人世，他非常悲痛。啊，当时阿里卢陀就告诉他。徒悲何以？啊，你这么伤心，有什么用处？佛教化这个阶段圆满了，圆满他当然要走。这个时候，你应该向前去，向佛请教。啊，那么向佛请教要问四桩事情。啊，这其中的第一，其中之一，一切经开端怎么写法？啊，阿难问这四桩事情，教程法书里头有，参考资料里头也有。啊，第一个问题。佛在世，我们以佛为师；佛不在世了，我们以什么人做老师？这第一桩事情。啊，佛的开示是以戒为师。啊，只要遵守佛所制定的戒律，跟佛在世一样。后人也有说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
如果这两种不能忍受，得不到佛法的利益，也入不了佛门。啊，这句问的很重要。啊，那么第二个问题，问的是佛在世啊，大家念佛，跟佛住在一起。佛不在世了，我们以谁去住？佛告诉大家，以四念处。啊，四念处，第一个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我们的心要安住在四念处上，就等于跟佛住在一起一样。啊，四念处是智慧。第三个问题，不守清规，扰乱大众，这些比丘怎么处理？佛在世的时候，由佛来处置他们，佛之戒律，按约束他们。那现在师父不在了，佛不在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佛教的莫病，莫病就是不要去理他，随他去，不要去理他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将来集结经藏，第一句怎么写法？佛就叫他如是莫问，这是遵守佛的遗教。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表法，念佛的人在这个世界看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。我对阿弥陀佛的尊敬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对一切人事物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全都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自信，自信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自信，没有丝毫差别，这才能入佛境界。这个功夫深呐，一念就能往生呐。啊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念二十万声佛号，对这个世界有留念，对这个身体有留念。对身体有点贪生怕死，对世间留念，心里放不下，这种人不能往生，他有障碍。啊，这个观点里头，海贤老和尚观点，你们用心去观看，他说了多少句？劝你念佛，念佛是真的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这个话能说多少遍？这是老和尚的口头禅。无论对什么人，都是劝你。要念佛了，啊，念佛去吧，没有二话可说。啊，你看他的信心，多么圆满具足，
啊，他生活在哪里？他生活在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眼前。啊，为什么是生在极乐世界？他没有苦啊，他没有分别。那事也没有好坏，万法平等，为什么？等于零。那一切法，善法等于零，恶法也等于零，零跟零平等。为什么？它不存在啊，依此心心念佛。心性，这个性能生万法，能吸万法，啊，我们以这个心性念佛求生净土，就是随缘妙用，无力一切众生，怎么学？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啊！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我们做不到，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！我们现在只可以做到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就是真学佛，这就是真实功夫啊！不但念佛，不分别、不执着。日常生活，每天工作，待人接物，都要用不分别、不执着。为什么？真心。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莫那识。啊，真正修行人。要懂得转拔师成四肢啊，在哪里转呢？在跟对着境界的时候在这里转，眼对的是色尘，耳对的是声尘，鼻对的是香，舌对的是味，身对的是触啊，意对的是知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这个时候舍不分别不执着，为什么？转识成智，我只要不用分别，妙观察智就出现，我只要不执着，平等性智出现啊，妙观察智就是我们这个心体里头的清净心，平等性质就是经里面讲的平等性，清净平等出来，清净平等是真心，用真心不用妄心，就是转识真智啊，是妄心，
你要观察，平等心是真心，这叫真修行啊，这叫真用功啊！啊，平等心出现了，你对一切人事物都不会分别，这随缘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清净心现起，你要观察，平等心现起，平等智出现，啊，这是真修行。我们这一生，在人生遇佛法，遇到能够欢喜接受过去生中阿赖耶种的缘呢、啊？如果没有过去时的缘，怎么可能升起诚信爱好之心？这升不起来的啊！看看我们现在学佛人当中、念佛人当中，有几个是真心？为什么还是懈怠懒散，甚至阳奉阴违啊？那是什么？他的善根不够厚，没有善根遇不到，有善根，善根不厚啊，善根还不到位，这就是阳奉阴违啊，随众学习不肯正干，甚至于对佛还有怀疑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一生遇到佛又学一点呢，每一次在人生遇到的时候都把它加几分，加到什么时候啊，你那个分数及格了，一遇到就能真心。我们的身体，每一个人都把身体当作我，错了啊！这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六道轮回。你这个境界不放下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不是我，你一定要记住啊！佛家教学的目的，终极的目标就是把我找回来。有我，我不生不灭了，身体有生有灭了。身体不是我，那身体是什么？身体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。衣服是我所有的，这大家知道啊，衣服脏了换一件啊，身体跟衣服一样，它是生灭法啊，它死了就坏了，再换一个身体啊，换身体怎么换你都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在这个里头食身受身，就把身当作我啊，六道统统是这样的，无论在哪一道觉悟了身不是我，好办了，你修行功夫才得力了，认清楚啊，真的不是我啊，那什么是我？一般是灵魂是我，那为什么灵魂不消失了，身体又生灭，灵魂不生灭了，灵魂又去找个地方去投胎去了，才能换个身呢？那灵魂是不是我呢？不能说是我，也不能说不是我，
恒存在是故，但是他迷惑颠倒啊，他没觉悟啊。啊，虽然魂不灵啊，我们说灵魂是错了啊，应该像孔子所说的，孔子讲的有道理。孔子说有魂为变啊，在易经上讲的精气为物，这两句话说得好，这两句话明心见性菩萨的境界啊，他怎么能说出来？所以魂觉悟了，不再迷惑了，不叫他做灵魂，叫灵性啊。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个性本性本善啊，这中国老祖宗说，老祖宗了不起啊。啊，境界不在佛菩萨之下啊，这个东西不生不灭，这是真我。啊，真我在哪里呢？整个法界就是一个真我。所以佛法把灵性比喻作大海，整个大海是我，整个宇宙是我。佛经上讲的比宇宙的范围还大了，叫遍法界虚空界，就是一个我，除了个我之外什么都没有。我没有物质的身体，没有起心动念的现象，就是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不是精神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整个宇宙确确实实是我现的。啊，慧能大师最后说的一句话：“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自性。”自信就是万法。道文阿弥陀佛名号，能生一念喜爱之心。海贤老和尚就是这样的人啊，他听阿弥陀佛名号是20岁啊，师父教给他的，师父什么都没教，就教他这一句话啊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生喜爱之心，皈依瞻礼啊，皈是皈心，依是依靠啊，这一生当中依什么？就依这一句佛号，一生不改变，一生不习求一切法，真正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，把一切佛法都放下了，就依这一部经一个名号就行了。为什么这一句名号同时一切祝福的名号，所以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切祝福如来通通念到了。啊，不但行教里面所说的祝福如来，密教里的所说的祝福如来也不例外，都在一句阿弥陀佛当中。念着一句他阿弥陀佛全念了，一个没有漏掉啊，这是佛名。第二个呢，是一切经教啊，也
包括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，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教都不离阿弥陀佛。我们能够理解阿是什么意思，翻成中国话是无，弥陀是什么意思，翻成中国字是量，佛是什么意思，佛是智慧，是觉悟，或起来说无量智慧无量觉悟，哪一尊佛的名号不是无量觉悟，哪一部经论不是无量觉悟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同是诸佛名号，同是一切经教，你没有漏掉一个啊！普贤以名遍集，遍是普遍，集是吉祥啊！遍法界虚空界，他早就成佛了。信菩萨身帮助释迦牟尼佛，帮助阿弥陀佛普度一切众生啊，以本觉菩萨的身份出现，清凉颂里面有三位普贤菩萨，第一个为前但发普贤心，没有修普贤心啊，发普贤心，普贤心是什么，是大愿望，尽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悔业障，发心没有去做，真有这个心呢。叫危险，如果你真正干了，心有佛心显啊，真修这就真正是普贤菩萨了。华严梵华不能缺少啊，净土没有要求这个，但是净土鼓励我们，为什么，它太难了啊，离境诸佛能不能做到，做不到啊，什么意思，眼睛看到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叫离境诸佛，凡夫只有我一个啊，除我之外都是诸佛，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看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，对他们行礼，对他们恭敬，谁能做到？
真修普贤行的人决定在生净土。为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法门的实现。那极乐世界每一个人确确实实，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。为什么？他从自性上看，他不从相上看，从性上看是圆满的，是正佛；从相上看呢，他是迷惑颠倒的凡夫。啊，不能因为他迷惑颠倒，我就瞧不起他，那就错了。啊，看众生上好像喝醉酒、发酒疯的好人，他正常的时候是好人，他现在喝醉了、迷了，啊，胡说八道了，啊，等他酒醒之后，他就恢复正常了。要用这个比喻去看，普贤行难呐。普贤叫大贤呐，修大贤呐，正大果。文殊于菩萨中表智慧第一。啊，这下面说得好，本为五种尊王如来，现在拜访。常喜过成佛，号宝积如来，早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是宝积成佛，化现的菩萨身份的。那未来成佛呢？好普现如来，不知文殊大师乃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成佛。啊，那么他的三世成佛的时候，这是表演的。表法给我们看，特别是表法给法身大师们看。今世些会众，大智独尊呐，表此法门为大智方能显如。净宗能够相信不容易啊，不是真正的大智啊，你怎么可能相信？信的人很多，信中带着有疑惑，一切修学净土的大众啊，李老师常讲，当年老人在世，我们常常听说台中莲社的莲友啊，老师往生的时候，我听说台中莲友大概有50万人，真正往生的呢，老师讲10000人当中大概只有3-5个啊往生的，其他的不能往生的啊。什么原因？信啊，
心里头掺杂着有疑，到临终的时候会产生障碍，你不能往生，不能有疑啊，愿愿生净土，但是这个世界亲切有一些牵挂放不下了，这也不能往生啊，这都是什么，都是智慧缺少了啊，真正有智慧呀，统统放下，没有怀疑啊，真有怀疑自己不能客气，不能隐瞒，一定要断疑生信，用什么方法断疑，读经，读经能帮助你断疑生信啊，一天工作能读10个小时啊，念上3年疑就断掉了啊，没有10个小时的功夫不行啊，你的疑惑拔不掉啊，啊，业障习气罪业啊，冤亲债主都是你的障碍啊，所以你必须要彻底放下。